什么日子？这爷俩呀，一早上起来呀，也不吃饭就开始坐这块儿。你俩坐着在干什么？我想问一下。研究些。你这是又新买了2箱木头啊？还买了一箱砂纸啊？你这是想从小给孩子培养一个会做雕刻呗？看看这块儿，整一大堆罐头，做的自己做的罐头，妈，看一下这自己做的罐头，到现在这是没人吃了，做没人吃，就是不去买菜啦。现在没时间。等一会儿天都黑了。黑什么黑？天刚亮就黑。这又是买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木锯。买个木锯干什么？干木头呗，干什么？买木锯怎么买木锯给家摆着看得用。你这又什么时候买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都叫你知道了，你我能捞着买。这管是干什么的？这手磨。脚磨啊拽，来，你就可以拿这样比着就可以雕了。就像你能雕出来似的，像你会似的。你这在干啥啊？干活。你真是有玩意儿啊！你这工具配套挺全的。给门关上，帘拉上，你在里边儿。啥不行啊？你这不弄得满哪都是灰吗？灰疯了都。